为我们很相爱，然后也是很好的心灵伴侣。我们一直都觉得我们是神为对方造的，可是因为他刚过世的时候，然后我知道他可能去更好的地方，对。可是我很，如果说在我很落寞的时候，我觉得就会谴责自己，我在想可能我没有跟他照顾好，然后可能做了什么错误的决定。因为人会悲伤，最主要是我不知道他好不好。其实我如果知道他好，我可能就可以止住悲伤，顶多就是思念，就很像我知道他现在可能在美国，在哪里，我知道他好好的。可是有一种恐惧是你不知道他好不好，那个担心会让我很沮丧。圣礼它不是只有为我们活着的人举行，对，它只是就是对所有的亡者也在其中。圣礼的时候，我会因为我是专心在神上，我知道他在，对，就是我没有办法具体说，不是说因为我看到，我是因为我知道以他对神的爱。我先画过一个漫画，就是一个会发光，因为他有创了一个角色，就是一个像小太阳这样的，叫做瑞迪。然后他有一个就是插头，他觉得人的那个力量的来源是什么？爱人的力量。我觉得来教会就是这样，去连接一个爱的力量，不是被爱哦，是说我来领受圣餐，我会有爱人的力量。